混凝时间，森林漫步。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，就在巴黎的市中心，还有郊区，还有大片的森林，比如说万仙森林 Bois de Vincennes， 布朗宁森林 Bois de Boulogne， 都很大。森林里有松鼠和小鹿，还有城堡或者是农庄，走进去不小心还可能迷路的。我们看到有当地的朋友出来散步、遛狗、野餐。事实上呢，这几天是巴黎最冷的几天啊，昨天还下雪了。但是呢，大家还是要到大自然当中来运动运动，呼吸呼吸，感受一下四季变化的不同景致。那不知不觉呢，我们的节目也做到第27了，谢谢大家。这其实是一档很个人的节目，逛的地方、介绍的作品都比较随意，因为好东西太多，就是要慢慢欣赏的。来，我们看这里有个农庄，上面有个木牌子，它有讲一些动物是什么时候在法国出现、寿命多长之类的，也是比较的有田园风光。混凝时间，法国巴黎。